每一个故事，每一本绘本，都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精心创作。今天我们邀请到特别的作家来为小朋友分享自己创作的故事哦。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看到作家的庐山真面目，很棒吧？准备好了吗？来听故事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欢迎来到《熊后天啊放故事》的节目。我是向日葵姐姐，今天要由我来为大家说故事。那今天要说的故事呢，叫做《塘塘危机》，好特别哦。塘塘是指池塘的意思。那这一本故事书呢，是由美浓国小来发行的。那上面有作者都是小朋友做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本书的呈现？其实台湾是个海岛。水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之源。那台湾的地形因为非常的陡峭，所以当雨水来的时候，它会马上下到地下，会往大海去流。那美浓平原呢，刚好是一个屏东平原的最北端，它的地形呢也非常的，四周都是有山陡峭。那下雨来的时候，因为它底下有非常多的沥水层，所以呢会深入到我们的底下去。那这个地下水存在这地底下呢，就会形成非常多的水资源密集的地方。那这个密集的地方，当我们把一个压力，比方一个井打下去，它就会从地底下冒起来，这个就形成了涌泉，所谓的涌井也是这么来的。那美浓地区呢，有非常多的这些涌泉的水。那美浓国小很特别，它四周就有四口的涌泉井。那这些涌泉井呢，平常跟孩子的学习息息相关。那根据我们2030年呢，联合国的统计就说，未来的世界国家都会因为水而面临非常多的困难，也就是会缺水。那今年呢，我们也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你看，平常不下雨，整个地区好，北中南东有些地区都开始限水。那南部呢，非常的幸运，因为梅雨季节来以后呢，整个丰水期都来了，所以就没有这个缺水的问题。那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不能说水就不珍惜，所以呢，我们要教孩子节约用水。那美浓国小的孩子呢，也因为涌泉水在他生活周边，所以呢，那2016年的时候呢，刚好遇到另外一波的缺水时期，那他们呢就在老师的引导下，就出了这一本绘本，也是要教小朋友如何去善用我们平日的水，而且呢要做到如何的节约用水。那要进入故事之前呢，也有几件事情要让小朋友知道。怎么说呢？就是故事的内容是我们的小朋友自己写的，所以呢，它的文字比较浅显。那里面有几个故事的主角要让孩子们认识哦。首先，里面的主角之一是我们的蝴蝶。对，蝴蝶怎么说客语呢？永鸭贝，永鸭贝，永鸭贝。第二个主角是蜻蜓。那蜻蜓要怎么说客语呢？有迷叶，有迷叶，有迷叶。第三个主角是一只青蛙。那这个青蛙呢，有大只小只，所以呢，青蛙一般我们客家话怎么说？怪叶，怪叶。大青蛙就叫太怪叶，太怪叶。小青蛙呢，就叫西怪叶，西怪叶。学起来了吗？那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咯。丽丽池塘里面的水生植物摇曳生姿，里面的小动物们呢，每天都快乐的在这个池塘里面生活着，一会儿玩捉迷藏，一会儿呢去找寻丰富的食物。哇，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舒服呢。然而好景不长，某一年的夏天呢，哇，发生了大干旱呢，
整个天空都没有下雨，那池塘呢也慢慢的出现了干涸的现象。怎么办？池子里的水一天一天的变少了，那一天一天的变少了怎么办？我们的永亚贝呢就担心没有水喝。永明叶就想，哦，我生的蛋如果没有水就没办法孵化了，那怎么办呢？小朋友可不可以帮他们想想办法？对，我们一起去找水给他们，对不对？那要怎么办？这些小生物们要怎么来找水呢？哦，这时候呢，大青蛙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大青蛙，我们称它为大绿，这个太乖就说，哇，我可以，我要吸一大口的水，然后呢，再吐到池塘里面去，这样子池塘的水就会增加了。小朋友，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吗？这时候小绿就说，不行不行，你的肚子这么小。小绿就说，我可以拿一朵大荷叶，然后去盛水，再倒到池塘里面去，池塘的水就会变多啦。小朋友，你觉得 C 拐这个方法好不好？也不好，对不对？对。他这时候呢，永明叶就跑出来了，说，哎呀，没关系，干脆呀，我们一起去找水吧。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好，那看看他们要怎么去找水。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咯，以后天气呢，他们要去找水的过程，发现天空太阳好大好大好大，而且呢就像火炉一般，呼呼呼呼，烧的人满头大汗。这时候永明叶呢跟永亚贝就努力的往上飞，然后呢大青蛙小青蛙就用力的往上跳，他们脸上都冒着汗水，可是呢他们不放弃哦，还是努力的去找水源。这时候啊，你看到，哇，他们忍着口渴不眠不休，哇，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整个岩壁的上流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哗啦哗啦哗啦飞流而下的溪水呢。那找到了水源，这么远他们要怎么样搬回他们的池塘呢？对呀，要怎么搬？这时候这三只小动物们也开始想法子咯，他们呢就就地取材，看到有竹子在那边，他们呢就去找竹子，然后呢你看好聪明哦，就架起竹子的引水道。这时候永明叶啊，他有六只手脚并用，他就搬了这个竹子架到木头上，一节一节接过去。哇，这时候永明叶他去搬我们的个引水道，永亚贝跟青蛙在做什么？就在旁边鼓励他，加油加油加油，你最棒，加油。哇，当主管呢整个连到我们的引水道的时候，大家一阵欢呼，手舞足蹈的说，哇，水来了水来了，大功告成了，大功告成了。哇，当池塘里面的水哗啦哗啦哗啦流进来的时候，整个原来池塘里面干涸快要见底的池子就随着水一直来，水位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哇，水终于到了一定的位置，这个池塘呢，绿绿池塘里面的生物又像往常一样开心起来。那里面的整个生物里面，哦，这是小朋友当时种的哦，跟这些小青蛙他们一起在这个池塘共同种下了，有野莲啊，有姑婆鱼啊，还有鸢尾花，还有荷花，这时候也都生意盎然起来，展现出无限的生机。微风徐徐的吹来，整个小生物们也在那里面快乐的生活，水生植物也长得非常的
绿意盎然，这一切都因为有水来了。所以有迷叶的蛋，有看到吗？孩子们有看到它的卵吗？有，对不对？然后呢，你还看到里面有什么？蝌蚪，对，蝌蚪也在里面，池塘里面游来游去，好开心啊。这个绿绿池塘呢，因为有水的引进，就整个活了起来。那这一群泳鸭的泳迷耶，太乖耶，水乖耶，吞鱼耶，都在绿绿池塘里面继续悠游自在的生活。向日葵姐姐的故事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可是呢，小朋友，我们还没有讲完底下的内容。怎么说，这个故事虽然结束了，可是向日葵姐姐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水资源的重要，它是一切生物生存的重要。如果你一天没有喝水，你会怎么样？所以你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尤其幼稚园的小朋友，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常常一下课就咻都跑出去玩了，可是他忘了喝水。常常呢，爸爸妈妈都要在联络簿上跟老师说，麻烦老师提醒我家的小菊要喝水哦，或是麻烦老师提醒我家的小星星要记得喝水再出去玩哦，不然到了夏天出去玩一下溜滑梯满身大汗，如果你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我们的身体就会生病。下课的时候我们也要勤洗手，对不对？那洗手要洗肥皂，保持手部的干净。但是呢，洗完手你要记得一件什么事，水龙头要怎么样？对，要关紧，这样才可以节省我们的水资源，不要让它浪费。在你的生活里面或在校园里面，老师一定会常常告诉小朋友要如何的节约用水。向日葵姐姐想要跟大朋友小朋友们考考你们，如何在生活里面节约用水，请爸爸妈妈拍成一部小小的小短片，然后呢，请上传到我们高雄市政府客委会的网站。只要让我们觉得你很有创意，而且非常的有想法，落实在生活里面的话，我们就会送给你精美的礼物哦。这样，大小朋友听清楚了吗？向日葵姐姐希望你把平常的了解的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那你就会成为节水小达人。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喽，下回见喽，拜拜。Today, 宝贝们，大家好，今天过得好吗？ I am Sunny Girl Miss Cindy, and welcome to My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大家好，我是阳光女孩 Cindy 老师，欢迎大家来我的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从今天开始，每一天 Cindy 老师呢，在暑假期间会跟大家律动学英文，保持身体健康。 From today on, for the summer vacation, you and I are going to be together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fitness and most of all, to stay healthy for our body.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one of the songs from the book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that Miss Cindy wrote herself.今天呢，我们会从Cindy老师自己写的书里其中的一首曲子来学习跳舞。So, are you ready? 你们准备好了吗？ Let's go! So, the song is called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这首曲子叫做阳光女孩的梦想世界。Do you know what my dream world is? It's all about adventures, funSinging and dancing. 你们知道 Cindy 老师的世界是怎么样吗？那就是很多的乐趣、探索，还有唱歌与跳舞哦。我们来学第一个动作。Let's learn the first move.
Dur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song, it will be a rap. 我们的曲子的第一个单元呢是绕舌 rap。那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来做手。我们的手要握拳。First move,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our hands. We're going to put our hands into fist and wave in the air twice, like this. 在上面挥手两次，再来呢往下挥手两次。And then we're gonna go down and move like this. 这个动作呢，我们先来加脚。We're going to now add with our legs. Starting with the right, we are going to lift our legs. Once we step down, we're going to remove our left leg like this. 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左脚往后移。再来，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把左脚往上。踩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右脚往后踩 ，like this。我们现在加着我们的手的动作跟脚 ，we're gonna put these two together now。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这是第一个动作。That was our first move. We have a second dance move. 还有第二个动作是原地。踏步 We are going to jog in place like this. One, two, three, four. While we do that, we are going to clap our hands in front of us like this. 脚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在前面拍手。我们把它一起做。Let's do it togethe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three, four. That's wonderful.这个动作完了之后呢，还有第三个动作。After this, we have a third move. We're gonna stay put. 我们不动，但是身体会往我们的右边移。We're gonna move our body to the right, like this. 然后手在旁边拍手。We're gonna clap to our side. 再来呢，往另外一边。We're gonna go now to the other side, like this.然后往另外一边拍手 We're gonna clap to the other side like this. Now, let's put it all together before we dance with the music video. 我们现在呢把刚才学的动作一起连接的跳起来在要录我们的 MV 前 Let's try together. 一起来咯 Five, six, seven, eight. Welcome to Sunny's.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这是第一组。再来呢，记不记得我们的拍手？ Remember, the second one is with the clapping hands, like this. Five, six, seven, eight. Welcome to Sunny's.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完了，往旁边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再往另外一边 To always do our best. Again,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全部完了之后，最后一个动作 Last move of this.手往上，我们的右手 go up and go one, two, three, four, clap, clap, clap. Are you ready to dance with the video? 你们准备要跟影片一起跳了吗 ？Let's go.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One, two, three, four.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We're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Lord. We have so much more, more in store. Hooray!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S-U-N-N-Y, G-I-R-L. My friends and I strive to always do our best. Come join us and have some learning fun. Welcome to Sunny, Girl's Dream World. We love to sing, sing, sing. We love to dance, dance, dance. We love to shake, shake, shake. Come join the fun with us. We're lots of fun, fun, fun. We hate to be bored, bored, bored. We have so much more, more in store. Hooray!小朋友，听完今天作家跟我们说的故事，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如果想和我们分享你的心情，欢迎将心情上传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网站，等你哦。